我警告你，在我的七杀殿中，花千骨他可以随意进出。花千骨必须得死！全力击打花千骨！你欠我的，我要一样一样的拿回来。我东方玉清一定会回来，娶姑娘为妻。就算是搭上我的心，我也一定会帮你把简药找回来。如果我不是你徒弟，你想要娶我吗？